你都喜欢看首富跟钱有关的嘞。全听你说，快看版。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李国煌都有看书的。为什么不能看书？郭亮都会看了，我当然为什么不会看？他不只是真的有看书，为了要证明他有看书，他还把他的书带来。啊，李嘉诚，李嘉诚，任正非啦。因为那个郭鹤年跟林武彤，我好像借给兵哥。你们知道会是谁吗？马云大家都知道了哈。然后这个知道，你们知道谁吗？我先问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知道谁吗？你不知道？任正非，他不懂。手机跟手机有关的，华为啊。这个你知道了吧？知道了。李嘉诚。对。你都喜欢看首富跟钱有关的嘞？不是，因为我不是喜欢看首富，我是喜欢看奋斗史。OK， 我先不要管他们。写出来的是真是假，但至少这些人我们看到他成功，都是一步一脚印要走出来的。已经发财的我不看，我要看就是他们怎么一路走来的。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走的路不一样，你有今天你走的路不一样，我也不一样，其他人每个人都不一样。不成功并不代表他没有走过辛苦的路，可能是他的遭遇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天时地利人和刚好。